希望大家捱得過，頂得到，多謝靈芝。當初就係個頸腫咗起嚟，越嚟越腫，只有去睇醫生，化驗出係淋巴癌、鼻癌第三期尾，癌細胞開始擴散，走入我嘅左眼球同埋右耳仔，所以影響到我嘅右耳仔聽唔到。完全咩聲都冇，個左眼又黑蒙蒙，鼻哥聞唔到味，個口食嘢又冇味，跟住過後我係化療過後先有依個食嘅感覺。左眼開始睇到左右角，睇到光線咗，耳仔開始有咿咿聲。燒腫了，個手塞入去撳佢，佢都唔覺得佢腫起嚟，個皮膚小毛管動上嚟，佢即刻要行血，令我感覺到個人個身體真係好唔同樣，開始好有胃口，開始食飯都可以加飯。舊擺電療嘅時候，瘦到31個腰。未電療之前的腰是36，現在我的腰變回33，真的很方便。每一天吃完東西過後，我就在我的背就可以拿到它出來，真的很容易，很善良，每一粒都很容易吞，溶亂亂地的水可以食得到佢嘅靈芝味道。我希望嘅就係將我嘅感覺俾所有人知道，曾經有依個問題嘅人，真係佢係有一個幫助。希望大家捱得過，頂得到，多謝靈芝。